你做什么？我何时说过要你死的？ 说过的所有话，说过的所有事都是假的。我和你想象中的一样，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，带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靠近你、接近你，想要害你。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，与他们无关。 这样的举动会给人不该有的幻想，还请王爷不要戏弄我。
你说的王妃，谈何戏弄？王爷，玉佩在沈夫人房间里找到了，但已经碎了。此乃先帝遗物，却被沈夫人弄碎了。沈相，你说这该怎么罚？既然是王爷的玉佩，当然。 是王爷您说了算，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，老爷！丢人现眼，竟然不懂得珍惜先皇御赐之物，赶紧求王妃大发慈悲，饶你不死。王妃，王妃，求您饶了我吧！ 你就饶了我一命吧，我也是你的母亲呀。刚才我送你出家给你准备嫁妆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，饶了你的母亲吧，王妃。沈夫人要我放了你，那谁放了我奶娘？奶娘。 本王听说夫人有个癖好，喜欢对下人施以棍刑，更喜欢看人被棍棒活活打死。那不如让夫人尝尝棍棒的滋味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夫人今年48下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王爷、王妃，我给你们磕头了。 我这么大的年纪，可经不起四十八棍的掌刑，那会要了老身的命啊！我奶娘年纪比你还要大上许多，她如何受得了？王爷，王妃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 回家吧。你奶娘把你拉扯长大，与你有养育之恩。虽然我从未同她谋面，但我知道你们情深意重，所以为她立了个牌位，并请了师父为她做往生。谢谢王爷。 这么将我的事情放在心上，傻丫头，哭什么？我们要笑着送奶娘最后一程。